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。精彩的梦中案到昨昏，咱就全部播送了咯。在故事最后，咱看到这个包大人啊，为了逼这个翠燕的霸雄认罪，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加上有一个人情剑村奉先禁止周雄甲霸雄来对敌，那最后总算是让霸雄这个恶人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正义的禁止周雄接管了这个衙门，奉先也伫包大人的帮助下面恢复了正常人的意识。那大家也为两人牵线，最后剑村甲奉先明白了对方的心意，结为夫妻。两个人的因公是苦尽甘来，幸福的生活最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台湾陆氏来乡的团为咱带来的母子河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？我不说，赶紧甲张丽斗阵来看戏。拜见观音大夫。拜见观音大夫。拜见观音大夫。安海子。在。你要好看秀南海金灯，我手中玉盘六枝已经有千年道行，这是发的。你要好看秀七百乱刀，七枝七枝。大夫，你要画字。六枝啊，六枝，你啊，一千年才画一枝，怎样？是你这慢啊？现在啊，是春天，我呀，一粒子，搁你画新芽。那好，一枝啊，就唔滴啦。咦，六枝敢会走？六枝敢会走啊？为王，那唔走，你刚才你将我头弄耶？那你啊？唔通我走，我呀，我将你整落去。我真呢，规日啊，我光阴无法无聊聊，足无聊的。那你将我弄死，我应该将你感谢你。你呀，唔通我讲。
感谢我，我呀，为什么有听你的声音，无看你的人啊？我告诉天星好你我好。球球啊！为我，我是刘吉，咱两贵叔叫请球球啊。好啦，无闲跟你讲话，我要去佚佗啦。听着，不准你啊离开金灯。我就一面去。画大。球球球，别来气啦。我听着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六吉已经逃走了，但我调动四大煞星。阿祖，你放假了乱人间，另一块正气对伊那。
Give
在。你就需要回南海领主的。地主，你要发。啊！哎呀！来，一个打打打。你懂一遍，只有这样打不完，一秒不完的，都有传家，家庭出兵，将来将你出门去，伊会断好，你就问伊，家家做一套，娘家是今年先结，最多怀疑。不是暗中出主意，一无胆量输回南面。哥，小姐输回南面到底何里因？我唔知影、啊。事到如今，你也要瞒骗伊我？女儿，以后我唔敢啦。小孩都已经出世了，以后什么以后？你真是好大胆！一定没输有奖，剑比不讲那个少年，自恨我将我骗，今日看把你回乡，哎呀，来。小孩父亲到底何里因？小孩父亲乃是乃是何里因？是阿花花阿花家栋名叫母亲。嘿，救命啊！天天妈妈。
兰英独独生下小孩，身体十分虚弱，这事我愿意一人承担。求留你在青屋内面，家产高银，青屋千金，珠宝不分，暗数千金你看大，一条千大呀，一个大大大。害到你母亲，为我受
兰英，为夫求你啦，你爱好好将囝儿饲大，莫让伊为老为病。兰英啊，尽力为夫我，再看看你母子啊，最后一面。为何也不知道陆春如此急救啊？你没想到，你早就想到，我的苦难若是无比你活活怕死，伊的家己自尽离世，你恨我，你恨我苦难啊！将军，你尚未与人配对呀、万岁，臣自幼在家受文烈武，以太昨日功成名就。四将军，你已经功成名就了，这门人就由朕来为你做吧。哦，万岁不为臣做分，臣哪敢不遵？但不知哪家贵姓？这嘛。王爱卿，微臣在。你看这条中有什么人的女儿，能够四大将军匹配呢？哎呀呀！我想万岁呀、啊，你连这款美人钱也加起要贪哦。
就我努力也被一人分配，我管他人分配不分配啊。哦，原来王爱卿的努力想被一人配对啊。这真是天意，天意呀、啊！万岁，什么天意啊？王爱卿，难道你无感觉你的女儿甲四大将军正好是天生一对吗？哎呀，万岁啊，也是两位神回复，一个女儿相量相量啊！王爱卿啊！相对啦，相对是相对，老臣我唔答应，也就答应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老爱卿进来，狂风赛棚，不愧是一个最官郎。
好见，我有带领。你再赶快请去，快请阿基里下，我有带领。别，我跟你交代过，你唔免叫我阿公。免就免，跟你叫嘛无安排。芬妮，话语无大无细，事无想要做大，既然无想要做大，你哪来有事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事事即款像无人。芬妮，来。随阿母回房去。阿母啊，侬莫该派人讲话，莫讲了。那英，为何几句话对你言明？我向在大婚事下去吧。是。万岁主君，将你许配文定将军，又封伊信用大将军。阿爹，不理我，我们忠心守候着您。你，我可不答应处处。处乃是万岁主君，你敢抗命？万岁岁主，阿爹注意，与我何干？主公。
天，乃至父母之恩，你敢抗命不恩？准！万岁主意将千金，你敢抗旨来回婚？重修爷小杂经，万岁计何不在听？穷修归门又何用？吃派地恶，多加见。大叫了罪，罪千千。我靠！
林武将，有甚么话，我能交代给阮。我是积极之前，必须离开，好不？哼！好看的不足好，今天咱就先看到这，那是不是跟张丽相款啊？感觉这个精彩好戏，再又看，计看无够感慨。那无法度啊，今天的时间有限，不过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，观众朋友会记得准时的来锁定厦门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，唔通错过精彩剧情的发展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